玩意儿。小皮是嘎嘣脆的，已经开始发沙了啊。我之前呢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一名升旗手，12年的时间完成了7781次升降旗仪式。在退伍之后，2023年8月中旬分配到了新的单位，每天朝九晚五，工作也很顺利，但是我觉得不太适合自己，同时也想干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。我想到去年在家等待分配工作的时候，萍乡县政府找到我说，希望我可以帮助宣传家乡的桃子。当时我也没有任何经验，但想着能够帮助家乡的乡亲们就去了。没想到直播一小时就卖出了7000多单，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助农的力量。我是农民的孩子，从小啊也是在田间地头长大，我发现农业才是我最喜欢也是最擅长的事情，所以我就提出了离职。我爸说，别人都想着走出去，你非要走回来。虽然不理解，但他还是尊重我的选择。从今年3月份开始，我去了13个城市，目前帮助了很多的农户，做了3场抖音助农直播，卖出了农产品也超过了20000单。到湖北秭归的时候，看到几个老人在盘山路上背着一筐筐脐橙，想要翻山出去卖，一筐得有200斤重。如果我能帮助他们卖，他们就不用那么辛苦了，也能提高收入。现在我希望持续之前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，把经验分享给学校国旗班的孩子们。另一个是用镜头记录全国各地的乡土风物，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农民增收。